力为民众的健康服务，这一点啊，我们是秉持的。当时杜聪明院长到南部来办的时候，就是希望提振南部的医疗，也把人才带到高雄来。那当然，作为这样的一个基地，不管中北部的大学的医疗工作人员到南部来服务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同为一群为台湾的医疗服务的。那这一点看到各个这个学校校友会都派代表来参加，谢谢。好，首先非常感谢，就是一个大学的成长，事实上校友会是非常非常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绝对不是捐献财务的问题，而是不管从校园出去之后，母校继续应该给予他们在成长的发展。那在各个地方的校友也都持续的在我们教学或者研究服务方面都给我们不断的这个回馈参与，然后也给我们很多的建议，才有办法让这个校园继续有更多的知识的汇集，更多的办学的参考经验，能够继续成长。世界上的各个著名的大学没有一个是例外的，都有非常坚强的校友会。台湾的校友会事实上比较坚强，从国立大学起来，这跟世界各国好像有点不大一样。那主要是在台湾的大学的自治是从国立大学比较开始就展开，教育部是全国接力，所以国立大学的校友会要参与校务，参与各级从学校的校长遴选到学院学系的发展都进来，所以这样的一个良性的资金互动，才使得这个校友会的健全。而在台湾，就是因为国立大学先有这样的风声，当然私立大学也逐渐的跟上，它也没有这个多年之后，但是它国立大学还是不断的前行。那用高一的历史来看，我们高一1954年创办，在1960年这个第一届毕业生毕业的，我们蔡文凯学长就是这样。那杜院长在1962年1月2日就成立了所谓的同学会，因为你记起来了，董崇威啊，他是同学会，跟台湾现在我们就叫做校友会。所以从我们创办的开始，就对于我们校友会非常重视。那在这个校友会在这个卸任院长的时候，有更大的扩充这个组织，到各地去这个访问校友，把校友会建立起来。黄国照校长回来之后，他也把美国校友会跟台湾校友会做联系。那于校长之后，更进一步在整个高校体系、大学自主，然后这个大学的文件里面，更重要的要把校友会强化的时候，做了校友总会的一个大的转型，希望有更多的支持。那按照我们这个转型之后，第一届的校友总会会长黄寿雄会长，当时跟学校那边的这个了解，他们提出了校友总会改造的这个一个三大目标。在上一次我们校友总会4月16号的时候，他很明白跟大家讲，所有的争议我们回到我们创办的时候的精神，第一是要扩大校友参与，所以除了学系以外各系。第二，这个积极的协助学校发展，不是被动，是要积极的参与，所以要越来越多的参与校友。第三是要推动改组董事会结构，让董事会有更多的校友参与，让董事会更开放。那在这一点，我想这几年在我接任之后，我们的校友总会从一个总会到北区、中区、南区分别成立，让这校友的结构在延续上一直扩大。同样在系友会，在各分区校友会成立之后，我就要求我们系友会也应该要这个平行于校友总会的发展起来。那过去
因为医学系主要是仰赖教原来的校友总会，那牙医学系、药学系他们都有非常完整的平台，所以在这校友总会转制的时候，医学系也要重新找一个平台。最后，我们非常恭喜我们今天的台湾高雄医学大学系友总会是获得内政部的登记许可来成立。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平行发展，在一年之前，我在校内就已经要求各系主任跟系友会充分的联系，希望系友会能够秉持的公开公正，现在一个社会法人或社会角色的方式，能够让校友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因为只有更多的更开放，才有更多的校友参与，因为有更多的校友参与，他们才能够一个良性互动之下，有更多的这个贡献。那不管是在这个我们学校的联系发展、网络的发展之外，在财务、在教学方面都可以发展。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是各个系都有在进行的。所以我们在系里面是以系的系务会议的老师跟系学生会学生，以及我们现在系友会的校友结合起来。那现在系友会非常多的系友会在这个开会的时候都把校内的学生也找过来参与，所以在校的时候他们就跟校友会建立关系，将来毕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有这个系友会的存在，他们要争取这个协助资源就更好，那在校里面也就有互动。所以事实上，从我们学校60多年，就是2年多前的那一次这个校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建立所谓的系友为娘家，每一个系的逢五逢十的系，在当天的中午，学校都会请这个为娘家的系友吃午餐，吃完之后，我们下午就是各系开放，像 open house 一样，让系的老师、学生跟回这个校参加校庆的校友能够互动、能够参与，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合是全面性的。所以我们医学系因为太大会比较慢，但是这一步我们仍然要走出来。那我们已经有7000多名医学系的这个校友，如果再加上后医系的，我们大概8000-9000名。那这样子，当然后医他们也有他们系友会，而且他们也在7-8年前就登记成为这个社团的方式。所以我相信非这个现在林正泰理事长叫召集人他们成立的这个是顺应了我们高雄发展，也希望将来这些系友会在医学系以外还是能够互相合作。最后请祝我们高一的系友会合作发展，系务合作发展。那我们高一人共同一起在一个好的平台下，协助学校坚持我们创办人的这个精神，把高一这个培育人才、服务社会的精神持续下去，让高一的创造精神，我们作为医学系一定要最大的事一定要做领头羊，把制度面贡献都能够开展出来。那谢谢这个林正泰学长跟各位学长的这个协助，这个系会成立，也会对我们医学系、对我们学校有更多的协助跟付出。最后，敬祝我们每位嘉宾身体健康，一路顺利，谢谢。